千万你一个人看，恐怖瞬间宛如惊悚电影。高中呢，有一个同学，他邀请我们大家去他家住一晚。晚上有一个脚步声，就是小孩子的声音。我真的不敢开眼睛，有一种楼梯角落有人在看我。哎呦，我以前那个年代流行碟仙，可能也没处理好，洗澡的时候，然后一拿毛巾，我就觉得有人蹲在那里看我。啊！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